Hello，大家好，小窝。那今天呢，教大家谈这个摊雅的，别找我麻烦。那我们今天先教这个前奏跟主歌就好。那这首歌呢，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根音会有这个五度五度这样跳哈，会跳来跳去这样。那再来就是它在弹的部分呢，会需要用到这个切音哦。那这个可能是比较需要练习的哈，不过基本上它用到和弦，重复性还蛮高的，所以应该蛮简单的哈，指法也很单纯的哈。好，那前奏跟主歌呢，用到和弦99.999%都是一模一样的哈，那只有到最后要进这个副歌之前，最后一个和弦不一样。好，那我先示范这个，前奏哈，Go，等下忘记讲，就是弹雅它的这个原 key 是要加两格，一定要加两格，那听起来是这样，哦，因为我 key 没那么高，所以我就不加了，那我。吉他是原 key 哈，所以大家这个学起来应该也是蛮方便的。好，那先示范前奏哦，Go。那前奏用到的和弦呢不多，那大家看上面哈。一开始，这个，哦，其实要这样按啊，就是你小拇指其实可以偷懒不用按，因为这条弦不会弹到哦。好，那基本上右手指法很简单哦，就是大拇指先拨大拇指，然后再食指、中指一起拨，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，哦，80%都是这样子弹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听这个根音的部分哦，根音一开始先拨第六弦。哦，再来，接下来的根音就要换第五弦。哦，所以你会听到它的这个每一拍的根音会跳来跳去哈。你如果仔细听它这个那首歌的话，你会听到它的根音会这样跳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加入这个食指跟中指的部分哦，食指、中指拨二三弦。那拨完之后呢？拨完之后要记得你要切音。切音的话呢，你就是左手把它拿开，不是拿开啊，松开啊，哈。松开的意思就是你要还是要贴在这个弦上哦，只是你不要把它压下去而已。那让声音那个消掉，这样。OK。那有时候我通常我最后一下我会就不切音了哈，我会这样子。因为我要换和弦嘛，接下来我要换和弦，那我一直如果一直压着的话会比较好施力让我来换和弦的哈，这是我习惯了。好，接下来换这个。那一样，我们先听这个根音的部分哦。根音一开始拨这个第五弦跟第四弦哈。好，那食指、中指一样拨二三弦。那我们听一次哦。好，连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换，这样。OK，那接下来呢，会用到大拇指，这个可能比较辛苦哦，你大拇指需要压这个
压到第五条弦哈。那为什么会让大拇指压？我等一下跟大家讲哦。就是好，那一开始这个根音先拨这个第六条空弦 ，OK。那再来拨第五弦，接下来根音是第五弦。那第五弦呢，要按第二格，我用大拇指按，哦，所以听起来是。跟听起来是这样。好，那这边讲一下，就是为什么我用大拇指按哈。其实你也可以用食指按啊，只是用大拇指按有一个好处就是，我弹完我要弹这个根音的时候呢，会顺便把我这条第六条弦的声音闷掉了哈，切掉这样子。要不然的话，你如果用这样弹的话，那声音会留着。不好听，好、哦。那接下来加入这个食指、中指一样，二三条弦哦。OK， 好，最后这样，先拨这边指法就不一样啊，就不用那个切音了。先大拇指，然后食指、中指，然后大拇指拨第四条，然后食指。那你拨食指的时候呢，这个左手要拿开，左手中指可以拿开，那左手中指要拿开，啊、嗯，听起来是这样。这个是升这个西的这个升多的这个 seven， 对。OK， 连起来。学到这里呢，基本上这个前奏跟主歌几乎都教完了、哦、那我示范一次这个主歌，大家可以听到主歌两段嘛、哦、两段是重复的，那只是最后呢进副歌之前会不一样、哦、示范一次哦。是故意的吗？是我的罪，谁了吗？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哦，乌云，快走开！好，是不是跟前奏一模一样啊？好，那我们一开始呢，一样啊，其实我就教最后面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只想转个弯，却绕到了飞机场，发现没钱在身上。到这边都一样啊，那只有最后呢，换这个，就刷下去就好了。好，就哇、哦，对。是不是很容易啊？那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别找我麻烦的前奏跟主歌呢，就教到这边。那希望大家这个练得愉快，对，好，那今天教到这边 ，goodbye。